回去。所以首先我们就要先一一来欢迎我们的演员群的部分，好不好？所以呢，首先先来欢迎的这个演员群呢，是刚刚看到了，我们正在那个把那个今天没有带油条，对不对？好，他为什么要把油条折断呢？让我们欢迎一个宇宙中零九，他是 Erica 呢，在剧中饰演的是周淑怡的爸爸，从日本呢来到台湾找淑怡，好，所以呢，爸爸一路游，然后这边可以去体会到你们的对德意心意的感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就是我们的 Erica， 非常帅气，我们来中间先让大家拍一张照片，好不好？我们等一下才一起来访问他。那在这里面呢，他今天没有去拯救地球，为什么拯救地球呢？等一下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请爸爸先在旁边的部分，我们稍微等一下。接下来这一对的部分呢，则是我们在讲里面有三对 CP， 可以看到我们在第二季有三对 CP， 里面呢有一对呢是比较健康的，这位健康的这一对是我们的尾鱼 CP， 让我们欢迎李琦跟罗文宏饰演的刘冰伟还有施哲宇。好，我们让他。
好，我们这个祝福感情就这么好吗？我转过头来跟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正婚带给大家，来，请在第一位。好，这一对呢，就可以知道他们爱恨情仇啦。在五年之间，对方是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没有看戏，大家都还不知道。来，我们先请左手边开始，左手边开始，然后从左手边到中间。那就在十二年当中，因为高士德终于在五年之后回了家，从美国回来了。但回来了之后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两个又是怎么样第一次的见面？以及这个对于刚毕业刚在一起，然后就面临毕业，面临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状况，到底是淑仪这个角色能够怎么去对待他们之间的爱情 ？OK 了，那你们要不要跟直播的一个挥个手？一个直播是在那边我们有另外一个是 IG 那边。在这边，突然呢，这边好 ，OK，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六位一起上台，上前，第二队，哦，你要第二队再来一次，是不是？好，来，我们把麦克风来，今天现场观众还有直播前的观众朋友跟大家 say 好不好？好，我们从 Eric， 你念错了吗 ？Eric， 好，你做中文角，来，爸爸打招呼。做丛林球，Eric， 多多指教。好，在里面呢，他饰演的是爸爸的角色，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淑仪吴佑呢，因为他有日本血统，所以他本来就是先有强调，所以大家都会说，请问到底是先有这个角色才有佑，还是先有佑才有这一个所谓这个设定？就知道先有佑，我们开始有这个设定，于是找了爸爸，对不对？好，所以Eric，好，接下来。大家好，我是罗文宏，我饰演的是刘平伟。你好。OK， 好，好，接下来。大家好，我是李琦，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石哲宇。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大家好，我是林子宏，我在戏里面饰演是高士德，请多多指教。大家好，我是杨宇，我在里面演的是周淑仪。大家好，我是张文佳，我在里面饰演三九馆的老板裴守仁。大家好，我是石之田，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余真轩，请大家多多指教。好，其实，我见着大家，好，因为大家两只手都在拍照，所以都没有时间拍手了哈。好，所以呢，因为我已经第二季，其实大家对于角色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大家譬如说我们的表嫂。因为他现在赢得全世界称号的表嫂，那表嫂已经成为一个在第一季只出现了单卡荧幕，但是已经让全球众所皆知的表嫂，对不对？好，所以好，那我们接下来先来问一下，来中间两位，我们从第一二季从校园回到主场的部分，再换上西装了，其实都成熟非常的多。里面一个呢爱而不得，一个又要感受背叛，只是聊一下这个心情跟演出啊。中。现在开始试出，就觉得有很多的时候，你的霸气全开啊，完全一个女王范儿这样子。OK， 好，所以，那你觉得在第二季试的，觉得就是有没有觉得在第二季的，因为他有特别的那种气势跟那个范儿放在那边，让你觉得说啊，你心中有这个东西，他对你特别在，你看到他会有感觉。在我眼里，他就是。你有对他凶过吗？知道我们说平常又对戏的时候啊，等等等等。好，所以我们曾经说过，这两个人在一起的应该大多是一种氛围，是不是？好的，我们再看。
一到了开酒馆，两边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白袍不在，对不对？对，白袍不在。然后其实第一季效益陪酒鱼它算是一个蛮神秘的人物，然后它的篇幅其实没有说得很清楚。那到了第二年逆袭，碰到了这个浪浪，终于找到他。其实我觉得他是有伏笔在陪酒鱼这个人物，因为可能大家觉得他是情感障碍，但是第二季其实情感障碍他不是天生的，一定是受过某种伤害，然后其实在第二名的逆袭当中，慢慢的陪酒鱼会打开他的心房。那我也知道很多人期待第三季，所以他或许对，因为其实情感障碍这个东西，其实我可能要从角色的动机去写他前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会有很多的想象，所以 maybe 或许裴守英他有受过伤害，所以才选择对他周遭人生平的部分。对，我觉得像我的话，我会写他的一些从以前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替这个角色有同理心之后，才能把裴守英这个个性把它实现出来。OK， 所以我们自己听到了小鱼裴守一自己 Q 了一个第三季的部分。好，但是呢，是有吗？真的有吗？我只是想说应该会有。就我们认真的，不会想说有没有。然后可以吗？第三季如果有的话，好，我出力。你看手了。是本来应该要跟着高士德的，怎么会到了周淑玉的公司？我吗？你要
对对对。你知道什么叫忠心吗？德语。什么叫忠心 ？Loyal。忠心。Loyal。他知道。他知道。然后，然后我怀念一下。OK。来来来，讲一下两位。因为我的设定是说，我们大学毕业之后，他就我去招书艺的，招书艺公司嘛，生意很上班当法务。对，然后他我们平常约会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说，就今天招书艺要怎么了，要怎么招书艺要怎么，那个高师德要怎么，然后招书艺怎么开始。然后我也知道，就是大学的时候，他跟招书艺怎么认识，所以我担心说。他可能旧情复燃之类的，所以我就就是想方设法进去他们的公司，然后当周书义的特助这样，然后我这样子其实就可以就近看管刘冰伟，对，因为我怕他就是跟着人跑，所以这是一个看管的过程，对，看管的过程，对，然后所以我才会进这个生意集团。OK， 那身为一个一直被看管的。因为从那个游泳社长一直到公司的法务，就是你被他管的啊，开心吗？对，开心，开心，妈妈被他管的，开心吗？哦，因为我跟那个哲宇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父母的关系嘛。那他可以看到我的过程，可以看到他的情绪的需求，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一种父母长的一种爱关系跟爱情，这样，所以。他看管我，其实我就可以理解说啊，其实这个人平常对我凶凶，但是其实他这个举动对我来说是非常暖的。OK， 所以第二季会期待你们应该会有很不一样的表现，以及更成熟长大，我身那个发脾气的样子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会期待第二季的部分。那身为一个父职辈，到底怎么看这一群人？来，我们请艾格来，艾格，我们站到你儿子旁边好不好？哎，对，站到儿子旁边来讲一下艾格。之前的为什么大家一直叫你去拯救地球，不要来管你儿子？为什么？哦，这个事情不用担心。对，不用担心。我会拯救地球，还会管他们。管好儿子，对不对？所以你们大家知道我们爸爸之前的工作是什么？那个拯救地球的那个叫做奥特曼，对不对？奥特曼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神战超人啊，奥特曼啊，所以我才讲说爸爸不要去管奥特曼，而且那个总你知道吗？你惹到人家的爸爸，人家是拯救地球的奥特曼，你竟然去选这一个人的儿子，很激动人家。哎，拯救地球交给你，你儿子交给我。哎，爸爸，你刚刚讲对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因为有很多的争执冲突。在这里不一样，你跟儿子的亲情的部分，还有你跟儿子旁边抢走儿子这位男人的对视，其实还蛮精彩。我反对。现在还是反对。这个片名，就是周爸爸的逆袭。周爸爸的逆袭。在烧完第四季了。哦，第四季啊，第四季我们会有一个筹备周爸爸的那一期。OK， 好，哎，所以你们跟爸爸在一起，哎，你们之前有认识吗？对，跟他认识。对。你看，现在爸爸又加长一点，你讲一下那时候，因为要找一个日本爸爸来演你的爸爸，对不对？那你有想象到会找个日本面爸爸来吗？没有想到，然后就是要。跟他常常见面，然后他就有一天跟他吃饭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周书义，哎，我是你的爸爸。那时候你会觉得很 surprise， 说不是会从一个人嘴巴讲周书义是爸爸。对，很奇妙。好，那这个子宏，你看到的这个爸爸是这个样子，你有想象到爸爸是长这个样子，跟他对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好玩的地方？我觉得爸爸很可爱。你不能看儿子，你爱看爸爸的可爱。他还没想到，就是严肃的外表下有还蛮反差。大家到时候看片的时候，我觉得爸爸会吸一波粉。哦，
会在里面，难怪爸爸这么帅气，而且可能这么帅气，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要让爸爸来过一个关卡。原谅。那么快就原谅了？原谅。那么快就原谅了？不行，在里面好多关卡要过的嘞，是不是？好，所以这个，但是如果因为你真的在爸爸还有跟那个高士的中间，你会选哪一个？有两个真的后来都不原谅，吵翻了，不要。Thank you.
好难哦，这个。很难哦，刚刚叫你们练习练习。好，来第二个。我现在就在那个，就在后面想说，我等一下要怎么拍才会比较好看。好，好，哎，第三个姿势，啊，第三个姿势。好，来，再来第三个姿势。好，那泽宇搭着他好了。水蓝色。
色。是的，因为我们的色，我们颜色是什么色？水蓝色跟紫红色。然后请这两位往前走，水蓝色跟紫红色代表。希望这个爱神的尖尖可以是啊，因为我觉得在第一季的时候，大家会透过看我们的戏剧去感受到了很多的暗恋，以及暗恋之后得到很好。但第二年的逆行，我将会让大家知道，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有更多更多的难关必须要去度过，而不是只有恋爱。恋爱是很美的，但是最重要是如何相处。准备好了，我们有绿色，我们有水蓝色，我们有红色，大家。
望这所有的人都可以在我们这一次得到应该有的幸福，或者是找寻到他们相处的方法。来，中间，来中间完了之后，来，请大家视线一周，六个人，七个人，来中间，中间，来中间，看中间，来看中间，中间看完了之后，来右手边看，你们的右手边，你们的右手边，来，你可以看到举手的大哥里面。好 ，OK。好，来左边盖一张，来左边盖一张。哎，那我们事情主创的部分也一起上来，给我们拍一张大合照哈！来，导演，导演，导演，来，导演，导演，然后佩瑜，还有我们的制作人潘小姐，是的，来来来，好，来上来，然后还有我监制特别好，是的，来，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制作人，我们制作人大概手机旁边喽，来来来。勇敢追求你的爱，勇敢追求你的爱。
接下来我就来。Sweet， 从那么旅游到现在。我叫大家看啊。三个字过年时了，一年有事，马上有事。ただ自分はと違った、みんな成長して仕事して、大人が大学生とは違うような裏切りだったり、ストーリーがちょっと重めの話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まあ、それもそれぞれの役が社会に出ていろいろ感じるものがプレッシャーだったり、そういうのを OK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讲日语为什么你讲日文的时候话都那么长超长的可你们这个来猜为什么在讲什么爸爸还是开始刚刚跟你说的进入了好了，爸爸。微博的朋友 ，Hello， 大家。大家好，爱你们，谢谢你们。